诸法最上王经，随天竺三藏法师舍那觉多等译。复次说此法时，婆伽婆由于王舍竹林迦兰陀精舍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就结发优楼频罗迦舍为首，悉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应作者作，所作已办，弃舍重担得道自立，尽诸有劫，正至心好解脱，皆心自在，倒第一岸，唯除一人，为命者阿难陀。时婆伽婆于15日当作布萨，陆地而坐，诸比丘僧围绕恭敬，面皆向佛。尔时有一比丘出家未久，彼日受具足戒，来诣佛所，道以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合掌白眼：世尊，我竟出家今日受戒，愿为我说，云何受聚落时而名善时？云何时以为净福田，当得第一利益？时比比丘向佛说此伽陀：我出家未久，今日受具戒，世尊为我说，云何得净施？我为此故行，舍家不续家，如是净于施，彼亦复未说。如是于已，佛言：比丘，善听，善作正念，当为汝说。如比丘不须受聚落时，时已尽失，是故善家子、善家女舍家不续于家，行无上行，当得究竟圣处。如是比丘入僧中，见僧业和僧力，据此三法不须受聚落时，时已尽失，当得第一利益。尔时世尊说此伽陀：众生若入僧，意念于僧业，复合于僧力，彼能尽失福。时比比丘白言：世尊，我今闻佛如是略教，不解其意。世尊，云何比丘入僧中，见僧业和僧力？时比比丘说此伽陀：云何入于僧而见于僧业？为我说僧力，闻以我等之。如是于已，佛言：比丘，善作心听，我今为汝说僧，即以僧业、僧力。比丘白言：甚善，世尊，如是乐闻。佛言：比丘，云何名僧？僧者，四双八倍富伽罗，是名为僧。当善语时，向其合掌，是能净施，名为福田，
诸天及人皆须供养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，我今说四双八倍富伽罗，是等名为僧，无上胜福田。比丘，云何名为僧业？其僧业者，四念处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分，八圣道，是名僧业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，常行最圣道，所谓八圣分，如彼所说僧，彼业正如是。比丘，云何名为僧力？其僧力者，四沙门果。何者为四？一者，须卢多阿波那果；二者，塞契利陀伽弥果；三者，阿那伽弥果；四者，阿罗汉果。是名僧大力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，大身有大力，彼僧富伽罗，如沙门四果，能敬于师父。如是语已，比丘白言：世尊，如世尊所说，入僧中，见僧业和僧力，彼人善受聚落施食，时以得净施福道第一力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发于大乘，为之变质舍家出家，彼富伽罗僧中见否？见僧业否？和僧力否？如是语已。佛言：甚善，比丘，汝于如来应正辩之，乃能念问是意。比丘，汝大吉祥，辩才圣妙，善问是意。比丘，汝善思念故，能问如来是意。比丘，此皆佛威神力，令汝今生如是辩才，欲得问此句意，亦是汝夙愿力，能如是问。是故比丘，善听善念，我为汝说。比丘白言：甚善，世尊，我今乐闻。佛言：比丘，汝意所云，彼富伽罗发于大乘，为之辩智舍家出家，彼富伽罗僧中见否？见僧业否？见僧力否？比丘，彼富伽罗僧中不见，僧业僧力皆亦不见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，彼僧中不见，僧业亦不见，僧力亦不见，彼发菩提故。如是语已。比丘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听彼富伽罗等出家，听彼受聚落时，
而彼复伽罗僧中不见，僧业僧力皆亦不见。世尊，云何彼类复伽罗能尽施福，而彼复伽罗僧中不见，僧业僧力皆亦不见？如是语已。佛言：比丘，汝何须以此问而问？彼比丘复言：世尊，彼复伽罗云何能尽施福？佛复告言：汝何须以此问而问？彼比丘复言：世尊，彼复伽罗僧中不见，僧业僧力皆亦不见，云何能尽施福？尔时，世尊见彼比丘三度请已，即现微笑，变作神通，一如是类神通作矣。眉间毫相出大光明，其光富有无量百千种种异色，此光威力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诸大海内所有众生，彼皆未曾见闻是光，今见光故心惊毛竖，其飞翔飞飞响天，彼等一息于一念时，以佛力故，至此光明佛眉间处，见此光已心惊毛竖。十三千大千世界，四天王天，乃至色界、无色界天，悉亦王舍大乘竹林迦南陀经舍，道以顶礼佛足，又绕无量百千匝矣，在于佛前正念合掌，恭敬屈躬，不动不已，目未曾顺，生尊重心、爱心、喜心、悦心、堪心、软心、静心、无障碍心，乐欲听法，却住一面，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大神力诸天等诸龙、夜叉、罗刹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乾留图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诸天主、龙主、夜叉主、乾闼婆主、阿修罗主、乾留图主、紧那罗主、摩诃罗伽主、人非人主等，从于地下乃至有顶，无有一数丈处而不充满。彼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迦、优婆斯迦及诸世间依地行住杂类众生，以佛神力悉见佛光，心惊毛竖，譬如大力丈夫屈身必请，如是彼皆以佛威力，于一念时向王舍城竹林迦兰陀经舍，道以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，在于佛前正念合掌，恭敬屈躬，生尊重心，
爱心、喜心、悦心、开心、软心、尽心、无障碍心。目未曾顺瞻仰世尊，其身不动于一面住。是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若城内外及障隔间，有大小河诸水深处，彼皆依法顺流少生，又复所有诸障隔内及虚空里众鸟等生，以佛神力各相应和，如是象、马、牛、羊乃至山牛、水牛等，以佛神力皆安本处，及诸大海众生亦以佛力各住自分，不相触恼。使此世界所有诸天以佛神力皆默然住，及天音乐亦悉无声，使此世界诸恶众生言斥毒心，乐造众恶，乃至作诸逆等，皆以佛力于一念时，各个相爱犹如亲友，生利益心、乐心、暖心、能作业心、喜心、静心、无障碍心，笑言仙语，眉不频蹙，语则柔华，不急不粗，其所发言令人爱乐，老少中年各得其所。当于尔时，此大千界乃至无有情态等生，以佛神力众生莫住，所有风气温柔且香，众生乐观莫不欢喜，亦不吹动诸树枝叶及药草等，皆以佛力有如是事。如第八人入灭尽定，无出入息，此诸大众默然而住，亦复如是。以彼比丘夙愿功德胜住持力故，及佛功德胜住持力故，尔时命者舍利弗知皆默然，乘佛神力从坐而起，一间欲多罗僧伽坐椅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屈躬，一心瞻仰，为令大众安稳利益，心静无障，欲闻法门。如比比丘所问佛意及佛放光，诸天人等来及因缘，白言：世尊，非无因缘如来现孝及放光明，经者瑞相有何因缘，乃至诸大众集默然而住。时舍利弗说此伽陀：诸佛最胜非无因，圣人何故现瑞相？世尊今宿说此意，何缘作是大神通？百千多众生及那由多等，今来于此集，以见神通故。世尊此何因？世尊此何缘？
何故大众身今日来及此？佛能知此意，何缘故众集？世尊慈悯我，为我说是意。诸天及世人，普皆起尊重。何于十指掌，瞻仰二足尊。悉舍天宫殿，天子等来此。尊众乐听法，瞻仰二足尊。舍离于龙宫，无量龙来集。世尊当说何？如是神变异。舍离夜叉宫，无量夜叉集。佛经当说何？如是神变异。时舍利弗说此伽陀已，默然而住。是梵音丈夫擂鼓声大吼，为舍利弗说如是神变异。其比新比丘今日受具戒。舍利比问我，以为诸菩萨，彼云何出家？彼业复何似？受于聚落时，云何得净施？舍利是义故，出眉间毫光。此光大威力，遍照于世界。舍利是义故，诸天众悉集。何于十指掌，瞻仰二足尊。舍利是义故，龙夜叉来集。玉吼云雷声，至于如来所。舍利是义故，不思议众集，皆得阿罗汉，漏尽到涅盘。舍利是义故，不思议众集，悉当发誓意，为独觉因缘。舍利是义故，不思议众集，铠甲当自言，位于佛智故。舍利是义故，不思议众集，于大乘不退，得最胜菩提。闻此具意已，因是故佛记。刚至毁恶行，义众得如是。闻此具意已，于后末世时，千亿数众生住于最圣道，除彼菩萨已，于后末世时，若能持此经，终无有是处。除彼菩萨已，于后末世时，若闻此经者，无智者不信。彼众生少信，不能发菩提。若闻此经时，烁烁生疑惑。若不信此经，常住于生死。泥犁为行处，畜生是园林。
彼于天人道，皆破无有分。不破此经者，于后末世时，彼诸天人等皆得阿罗汉。若在彼前说，彼亦生疑心。若得独觉道，满于十方界。若在彼前说，彼心不生疑，无有不修善，得闻如是说。若见成就意，乃能听此道。为于菩萨故，我说此经法，于中修行已，当成二足尊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已，告舍利弗言：彼新比丘出家未久，今日受戒，彼来问我，法大乘人云何受聚落时而名善事，时已能敬师福。舍利弗，以比比丘问世义故，无量阿僧祇百千俱至那由多众生来集，皆欲闻我解说是义。舍利弗，我今若欲解说显示分别是义，令前一解，彼无量众得大利益。如是语已，舍利弗白言：世尊，今正事时，愿为解说。佛言：舍利弗，我今若说此句意时，或有众生其心迷闷，何以故？此大施主不可思施戒忍精进定智，大师自吼皆不可思，此大众生不可思法，其诸凡夫及二乘等不能分别信入解之，唯除不退菩萨摩诃萨等。舍利弗，我见此故，彼虽三请，犹莫不说。舍利弗复言：婆伽婆，如来应正遍之，愿为解说，乃至令多众生当得正信。佛言：舍利弗，我若解说此句意时，众生迷闷，何以故？师等诸法皆不可思，乃至我见此故，彼虽三请，犹莫不说。舍利弗复言：世尊，为多众生利益安乐，慈怜彼等，愿为说之。于未来世，有菩萨摩诃萨发大乘者，闻此句意，生爱众心，当得正心，修种种业，以大铠甲而自庄严。尔时世尊见舍利弗三度请已，告舍利弗言：菩萨摩诃萨不须敬师，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
乃至成道，毕竟常净是故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与诸众生是无上福田故。若诸众生以诸乐具供养菩萨，犹不能报菩萨之恩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，若有发心者，为佛至因缘，从初发心来，彼即净于师。若有发心者，为佛道因缘，彼不须净师，本来净师气。诸天即是人，当须精勤意。成是彼见者，大智慧菩萨。彼诸天人道，皆由菩萨成。智者亦发心，以能净诸师，不依欲色界，即于无色界。以无依以心，诸师皆已净。尔时世尊说此劫陀已，告舍利弗言：舍利弗，为汝说欲令此意满，何以故？我说欲者，令诸智人正知意故。舍利弗，假使菩萨受诸众生所奉衣服，大如阎浮洲等，从初发心日日受用，如是衣服皆能净施。何以故？菩萨于诸众生是无上福田故。舍利弗，假使菩萨受诸众生所奉饮食，大如须弥流山等，从初发心日日受用，如是饮食皆能净施。何以故？菩萨于诸众生是无上福田故。舍利弗，假使菩萨受诸众生所奉床座，广四天下，高须弥留山，亦如彼山七宝装饰，敷以天衣，其衣细软，从初发心日日受用，如是妙作，皆能净施。何以故？菩萨于诸众生是无上福田故。舍利弗，若有如是重阁宝殿，即以无量楼阁窗囿，翻盖灵网，杂色庄严，七宝圆墙，七重围绕，譬如他化自在天宫，亦有无量诸结波树、诸音乐树、香花果树、璎珞树等，处处安置无量香瓶，满诸花池具八分水，美而清灵，无秽无泥，诸花覆上，金沙布底，水色澈净，犹如毗琉璃叶，七宝蓝笋，七重周匝，四方正齐，有四街道，诸花池中皆有宝殿，复有宝池七行围绕，悬诸增彩及安宝瓶，杂色庄严，
甚可爱乐，其中床座七宝所成，无量百千那有多数，东西南北随方而覆，烧香散花复以宝障，舍利弗，假有司等宝殿宝床，众生悉以奉上菩萨，菩萨取之，从初发心日日受用，皆能尽施。何以故？菩萨于诸众生是无上福田故。舍利弗，汝今当知，世及出世所有善法，悉由菩萨而得出生。所谓刹帝利大家、婆罗门大家、长者大家、若王、若转轮王、若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须夜摩天、山兜率多天、善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即色界、无色界天、若住出果乃至四果、若去独觉即得独觉、若得无上正遍之道、转正法轮。若人闻彼所说正法，如闻能行，行以集住声闻四果，乃至或发求独觉意，或发无上正遍之心。若闻说是即修师业，修以得生刹帝利、婆罗门长者等家，乃至获得转轮王位。若闻说戒即修戒业，修以得生四天王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。若闻演说四无量意，如闻能行，行以得生色无色界。舍利弗，是故当知，此等悉由菩萨出生。舍利弗，譬如阿那婆横波多龙王，以其威力出四大河。何者为四？所谓横且、心斗、薄叉、思多，如是四合，一一皆有五百小合以为眷属。横且大合及其眷属，流入东海，令彼海满。心斗大合及其眷属，流入南海，令彼海满。薄叉大河及其眷属，流入西海，令彼海满。思多大河及其眷属，流入北海，令彼海满。于意云何？此四大河及其眷属次第入海，其所行处四方众生有利益否？舍利弗言：世尊，于诸众生作无边益，若人非人悉蒙大润，所有净河稻麻豆麦种种田苗皆得其润。佛言：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彼四大海谁能满之？舍利弗言：
世尊，此四大河令彼海满。佛言：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彼四大河与诸众生有利益否？舍利弗言：与诸水陆所有众生作大利益。所谓鲑鱼等类及捕鱼人，复有夜叉、罗刹、阿修罗、毗奢遮、龙、蛇、摩诃罗伽等，并于无量杂类众生。若是众生供舍住处种种饱满，所谓珊瑚、皮琉璃叶、地势青宝、砗磲、摩尼珠贝等珍，并于无边珠宝住处皆出大海，与诸杂类而作利益，人得受用其益甚多。佛言：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四大海水从何而出？舍利弗言：世尊，从阿那婆达波多池出。佛言：舍利弗，其阿那婆达波多龙王免于三部，何者为三？所谓金翅鸟部、热沙烧部、行淫欲时作蛇行部，如是三部悉以免之。舍利弗，其阿那婆达波多龙王公舍，为是神通禅定者居，若有入者，若有见者，皆不被烧。舍利弗言：世尊，彼大龙宫具足稀有奇特圣法，所谓诸龙部者，彼大龙王悉无世事，彼处所生诸众生等及入彼者亦无是故，以是神通有威德者所居处故。世尊，阿那婆达波多大龙王乃有无量功德具足，出四大河，取四方海，利益众生，当得安乐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舍利弗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如阿那婆达波多大龙王得免三部，菩萨摩诃萨亦免三部，何者为三？所谓泥犁耶部、畜生部、阎摩世部。舍利弗，如阿那婆达波多大池出四大河四方流注，如是菩萨以四摄事摄取众生，何者为四？所谓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舍利弗，如彼大海从阿那婆达波多大池所出，如是诸佛遍智从菩萨生。舍利弗，如彼大海无量百千那由多聚智，诸众生等
之所依住，具足安乐。当知如是三有诸所生类，皆依诸佛遍智而住。所谓欲有、色有及无色有，舍利弗，以是义故，当知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诸安乐具，悉由菩萨而得出生。何以故？菩萨发心便有修行，既修行已，便有受记，既受记已，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便转法轮，如是法轮于先未转，若沙门，若婆罗门，若天，若魔，若梵，即以于众无能转者，彼为众生转法轮时，其所说法初中后善，意味具足，纯一清净，说于梵行，令四众之。何者为四？所谓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迦、优婆斯迦，以是因缘无量无数诸众生等，受天人乐无有断时，永捐众苦不离诸乐。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如是乐法从何处生？舍利弗言：世尊，从菩萨生。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汝见三有所出诸法从谁而生？舍利弗言：世尊，从菩萨生。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三有所出诸供养具，以此供具供养菩萨，能报菩萨于先所作利益恩否？舍利弗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从彼生故。世尊，如有贫人贫无财物，更有富人发大慈悲，乃以百千无量无数诸财宝等与彼贫人，复有第二第三贫人亦如是语，乃至以诸财宝与彼百千无量无数诸众生等，皆使富足。若有金布、斗争、细布等苦，悉令免脱，复免所有恶道众苦，令具无量诸天人乐。其众生中，若有一人以水晶珠或为百分，于百分中取其一分，将至彼先得恩人所，欲彼人言：汝先与我作利益事，我今故来报汝此事。世尊，彼于众生作大利益，一人但以一分水晶与彼丈夫，是为报否？佛言：不也。舍利弗言：
如是，婆伽婆，如是，修伽多。当知彼菩萨者，如彼丈夫于诸众生作大利益，一人但以一分水晶不能报恩。如是，世尊，法大成人，众生若以随意乐聚，乃至命尽常住供养，虽作世事，不能报恩。佛言：甚善，甚善。舍利弗，善顺佛教，如佛弟子所为作事。舍利弗，若诸众生以己皮、肉、筋、血、骨髓，或舍其身乃至百千，欲报菩萨所为利益，于百分中不报一分，乃至俱至百千分、阿僧祇分，算数譬喻，亦不能报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诸众生作大利益。舍利弗，譬如此阎浮洲有旃檀那树，若芽生时，童男童女所有患者，于此树芽悉忏其患。若夜出时，丈夫、妇人、童男、童女所有患者，于此树叶悉忏其患。若树大时，入其阴者，众生诸患亦皆除愈。于后成果，其光遍照十方世界。若有众生念此光者，彼亦当得无老病死。若着此树取其木者，不畏贫穷，彼木破矣，犹有此意。若取其木将作宅舍，入其内者诸不悉除，亦皆无有寒热饥渴。如是，舍利弗，其旃檀那树芽、叶、花、果长大时，乃至擢举或积为舍，无不皆于诸众生等作大利益。如是，舍利弗，当知菩萨摩诃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，以四摄法摄取众生。何者为四？所谓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令彼众生悉得安乐，令彼乐已，便能顺入三解脱门。何者为三？所谓空、无相、无愿。彼既增长，便得具足无生法忍，乃至究竟得遍智果。既得果已，当于无余大涅槃界而取灭度。于灭度时，自遂舍利如芥子许，亦作住持。舍利弗，如旃檀那树，
濯取其木，诸方将去。入彼木舍，诸欲热恼，后不复发。如来舍利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以是义故，当知若善家子、善家女等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乃得报彼先所作恩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彼即不断如来教行，不断声闻、独觉等地，能断众生所有诸苦及人天苦。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更有于人，共彼人相似否？舍利弗言：不也，世尊。彼人若人，若天，若魔，若梵，若沙门，若婆罗门，若富于众，以诸乐具于彼菩萨，无能报彼先所作恩。舍利弗，若以一劫，若减一劫，若百劫，若千劫，若百千劫，若百千俱至，那有多劫，与诸乐具能得报否？舍利弗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佛言：是故，舍利弗，若善家子、善家女等欲得报彼所作恩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然可共彼相似意等报其先恩。舍利弗言：如是，世尊。当知如彼所语，还须似彼所语而报。若于世漏吾等人所欲报恩者，还发无上无余等心，于未来佛欲作无上报者，彼善家子、善家女等亦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如是乃得名为报恩。舍利弗，有二种富伽罗，以无上供供养如来，何者为二？有富伽罗到诸漏尽，有富伽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世尊说伽陀言：二种富伽罗彼能供养佛，漏尽发觉心，是名为二种。三有诸世间，亦无有才师，欲于彼大事而能报其恩，诸色香味等所爱即称心，而施于彼人亦不明供养。若发菩提心，位于菩提果，此乃无所求而名上供养。诸天即是人，即以诸魔事，所需者皆与
必不明报恩，彼无所乏少，彼亦不生欲，故与大事所不明为供养。若有人欲得供养于佛者，必须发誓欲，当求于菩提。若欲做功德，烁烁无有量，必须发菩提，当即做尊重。若欲求诸禅，欲修无量念，必须生精进，为佛智因缘。若欲得诸乐，破坏于诸苦，必须发誓欲，位于佛菩提。若欲见无量阿僧祇诸佛，作尊重心已，喜乐发菩提。若人欲一彼无边诸世界，须发大精进，喜乐发菩提。若人心喜乐，过去佛菩提，须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行。若人即欲见未来诸佛者，须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行。若人欲得见现在诸佛者，必须常喜乐，为修于菩提。若人起慈意，欲遍诸众生，须生誓欲心，为佛菩提故。若欲于众生令脱诸苦者，烁烁当须学，彼无上智慧。若欲与众生无量无边乐，必须发誓欲，求胜佛菩提。若人欲舍彼所有诸恶趣，必须发誓欲，为求于菩提，彼功德无边，不能具尽说。若发如是意，当觉上菩提。佛说伽陀已，舍利弗白言：世尊，说是法门，即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佛言：舍利弗，汝今何须问如是意？何以故？舍利弗，如来大智若说是者，无边众生心皆迷惑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如来所有界定智通悉无有量。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有人能知虚空边否？舍利弗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虚空边际过去世中无有知者，未来现在亦无人知。佛言：如是。舍利弗，如来大智
诸有众生声闻独觉去来现在悉无知者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，此是佛智，非诸声闻独觉地境。舍利弗白言：世尊，未曾有也。彼诸众生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得如是善觉了智。佛言：舍利弗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，彼诸众生菩萨摩诃萨当得如是善觉了智。舍利弗白言：世尊，彼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善觉了智？佛言：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此阎浮洲所有众生，若鹿，若水，若空，若地，见次修行，悉得人身。若复有人教持五戒，或住十善，舍利弗，是善家子、善家女，以此因缘，功德多否？舍利弗言：甚多，婆伽婆，甚多，修且多，乃至不可为喻。佛言：舍利弗，我今更说令汝乐闻，其阎浮洲所有众生，悉教五戒，具十善道，其人于此所得功德，复有一人为教一人助信行地，此善家子、善家女，功德多比。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若有教义阎浮洲中所有众生住信行地，功德多否？舍利弗言：甚多，婆伽婆，甚多，修且多，彼人功德不可为喻，无量无边，多于前者。又舍利弗，若有善家子、善家女，为教一人住法行地，功德多比。教诸众生住法行地，若教一人住八人地，功德多比。教诸众生住八人地，若教一人住于出国，功德多比。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于出国，若教一人住第二国，功德多比。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第二国，若教一人住第三国，功德多比。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第三国，若教一人住第四国，功德多比。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第四国，若教一人住独觉道，功德多比。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独觉道，若教一人住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功德多比，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若教一人住不退法，功德多比，教阎浮洲所有众生住不退法，若教一人即得遍智，功德多比，教阎浮洲所有众生即得遍智，若复有人于此法门生菩萨智，破摩罗业，舍五俱不共戒，离诸入坏烦恼，摄住白法，灭住黑法，以此诸法最上王经，为他广说，所得功德多比无量。舍利弗，至阎浮洲乃至四洲，如是若千世界，若二千世界，若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东方恒伽河沙数等世界众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，若水，若露，卵生，胎生，湿生，化生，如是等类渐次修行，悉得人身，乃至十方世界众生亦渐次行，悉得人身。若人尽教住于五戒，具十善道，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彼人所得功德多否？舍利弗言：甚多，婆伽婆，甚多，修伽多，无量无边，不可为喻。佛言：舍利弗，若有善家子、善家女，于此诸法最上王经闻而不谤，若更增听，若受，若持，若读，若诵，若为他说，以先功德于百分中不及一分、千分、百千分、俱至分、百千那由多俱至分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又舍利弗，若教十方世界诸众生等，悉住信行法，行八忍、四果、独觉等地，乃至发心住不退法，无生法忍，即得遍智。若有善家子、善家女，于此诸法最上王经，受持、读诵，为他广说，此功德具于前功德，为最胜，为最上，为最多，为最妙，为最微妙，为无比，为无上，为无上上，为无相似，于无似中得无似福。舍利弗，以是义故，应当知彼众生
有事善觉了之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闻此法门生信心者。舍利弗，如是众生当云不退转，当云解脱，当云度，当云济，当云大济，当云早遇，当云调伏，当云无上，当云无上上，当云到涅槃，当云已灭度，当云能说法，当云能说义，当云说实，当云说真，当云如雨而作，当云舍重担，当云离欲，当云离嗔，当云离痴，当云无垢，当云习以清净，当云到彼岸，当云闻者，当云吐欲，当云吐嗔，当云吐痴，当云荡诸恶，当云佛子，当云福田，当云猛见，当云见丈夫，当云胜色分，当云降服他君，当云狮子，当云丈夫，当云大丈夫，当云圣丈夫，当云无畏丈夫，当云有智丈夫，当云大有智丈夫，当云调顺丈夫，当云丈夫牛王，当云超越丈夫，当云能降见丈夫，当云人狮子，当云人牛，当云龙，当云天，当云天中天，当云婆罗门，当云离厄，当云无碍，当云无缚，当云无牵，当云无毒，当云不愚，当云不共，当云不离，当云不杂言，当云正念言，当云无上言，当云无上上言，当云最胜言，当云不染言，当云不着言，当云不复言，当云绝了言，当云所言皆实，当云所言皆真，当云具诸功德，当云应作者作，当云作者已办，当云诸作者答，当云具足惭愧，当云多作，当云多作利益，当云慈，当云具诸功德法，当云弃诸非功德，当云诸事具足，当云不染，当云普不染，当云不怯，当云不怖，当云不惊，当云不恐，当云不弱，当云不迟散，当云无量无边功德法行具足，当云闪，当云须弥留闪，
当云弥留山，当云轮山，当云大轮山，当云不可动，当云师者，当云施主，当云所有皆舍，当云善事，当云和颜悦色，当云俱施，当云持戒，当云忍，当云精进，当云定，当云智，当云修神通，当云神通已达，当云到诸处，当云大势至，当云立志，当云到安稳处，当云已渡彼岸，当云学诸佛，当云不断佛行，当云于诸佛法悉得圆满，当云破摩罗愿，当云摧诸毒刺，当云令摩罗力弱，当云散摩罗军众，当云令摩罗党坏，当云作佛道场，当云以却毒刺，当云除摩罗敌，当云随顺觉，当云令顺流者逆流，当云暗，当云能度，当云已度，当云自得脱教，当云破暗，当云月，当云日，当云无边光，当云无碍光，当云不可思光，当云难称光，当云不可量光，当云至诸处光，当云普光，当云不着欲界，当云不着色界，当云不着无色界，当云泥离耶解脱，当云畜生解脱，当云阎魔世解脱，当云令泥离耶清凉，当云令畜生清凉，当云令阎魔世清凉，当云能于所需，当云弃舍诸衰，当云灭诸苦，当云是诸乐，当云转轮王，当云世间富，当云出世间，当云世间解脱，当云免世间，当云是福藏，当云建立菩萨，当云发起菩萨，当云开福藏，当云示系诸佛密藏，当云不可思处能死，当云无边无际功德法具足。尔时世尊以无数劫净心庄严所出言音具足功德，所谓最上者，是教他者，顺意者，甚深者，不可服者，微妙者，可闻者，习者，清净者，悦耳者，
向心者，可爱者，满足者，多人喜爱者，华泽者，不色者，善度前后继者，爱如己子者，善出者，善合者，可入者，文字相续绝了者，善断诸疑者，纯直行者，高润者，四泛天音者，雷声妙者，真善绝了者，似嘉陵频且鸟声者，静直行者，能静直游者，断无量疑惑者，无一疑者，能安慰他者，可念者，能博诸实者，诸入缘者，断诸争论者，前际以来不诈善者，非际真出者，多种百千相应者，智慧赞叹令世间爱及安乐者，与第一一门者，无过失者，共相应者，与善始相应者，能明者，善分别自具者，绝了诸境具者，灭多欲次者，灭多嗔次者，灭多痴次者，能事多义者，正无边义者，离六趣者，离诸道者，离诸道言论者，说天句者，说龙句者，说夜叉句者，说践踏婆句者，说阿修罗句者，说伽留图句者，说紧那罗句者，说摩吼罗伽句者，说因此忍令喜信教者，不缠者，无处不行者，无处着者，无颠倒者，自重不挑者，常识法定者，无曲者，无偏者，离暗淬者，成立善相应者，教授具足者，最胜信者，能破流转暗者，离恶为师具者，能出分别诸具者，除诸外论具者，能觉疑惑者，灭诸苦法末处者，最上如如镜自然行者，与诸善法相应令习者，说诸善法与即相应者，离诸垢者，纯净第一义相应者，断多疑相应者，静如心境相应者，所言不与非义相应者，诸言辩才能说相应者，随其所欲而为广引者，以诸事语令众生喜者，多人爱敬者，相应者，解脱者，善解脱者，
最圣者，生王者，说安稳生善相应者，舍诸白法相应者，善究竟者，无边光者，作无边光者，能是所问无边法智者，善能度者，说诸乐法相应者，说毕竟自具善究竟者，说意自具相应者，说自具无弊相应者，说知足自具相应者，说是乐具自具相应者，是无量善根者，说无量善根相应者，以佛庄严而庄严相应者，说无边具相应者，说不去不来自具端正者，说无碍自具善究竟者，说诸天阿修罗言教不绝相应者，说自具相应不缺少者，说自具相应不杂乱者，说自具相应不还者，是名者，作名者，是名即作名者，是超越者，过超越者，是超越即过超越者，说善持依波行者，与阿遮离耶尊重琴舍相应者，与优波地耶业尊重琴舍相应者，常净法智净以复能净者，琴舍第一字句者，善说陀罗尼修多罗王者，善说三轮修多罗菩萨藏般若波罗蜜出生者，善说流转摩尼藏花者，善说八万四千法具复示现百千者，发起菩萨令发菩提心者，如愿得三世诸佛法不着者，以脱毕竟脱者，生至梵天者，梵音者，明音者，离欲生者，离嗔者，离痴者，诸佛随喜者，诸佛叹可者，如是等类所出言音，世尊持三十二相法王轮，如来具足八分，最为第一，无量千种而已赞叹，当于尔时说此解脱。若发菩提心，此人决定道，不须生疑惑，我不得如来，此人所有福，不可譬喻比，此人所有福，得出生菩提，无量无有边，所有众生界，此人福胜彼，如我前所说，此人所得福，于彼最胜上，发于菩提心，无有福胜此，
于经决定说，不止于此经。从此经学者，是名为福利。若闻此经者，佛子随顺教。福田即调伏，我说是寂静。若闻此经者，是天龙师子，见人无恐怖，名解脱调柔。现象是经时，大经无有上。天中天上天，众生终无上。何况得闻之，能说即尊重。彼所有辩才，不可得穷极。得闻是经者，如是彼辩才，亦如于虚空，无有得其尽。若持此经者，巨人无有称。戒行无怯弱，大智慧明眼。若信此经者，是至彼边得。爱众于教师，亦如爱父母。能持此经者，菩萨大智慧。不以于欲界，色界即无色。能持此经者，菩萨摩诃萨。即得去向彼，无上菩提场。能持此经者，菩萨大智慧。以不波悲众，证无上菩提。能持此经者，菩萨大智慧。当转于法轮，世所不能转。能持此经者，菩萨大智慧。世尊与其迹，当见如三佛。能持此经者，菩萨大智慧。当云以灭度，无余如诸佛。佛说伽陀已，舍利弗白言，悉有婆伽婆。如来为诸菩萨略说教法，所谓菩萨摩诃萨、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而未觉无上正遍之道，亦未得无上正遍之智。世尊，于此经中说无有上，彼诸众生即得善利。现于佛前得闻说此最上经名，所谓诸法上王法门，甚善世尊。如此法门，今更说之。何以故？如我解佛所说意义，诸过去佛以灭度者，为诸众生所说正法以此为上。所谓诸法上王法门，诸未来佛亦以此经为说法上。所谓诸法上王法门，我亦于世尊所
闻说无量法门，于一文字决定得解。如我曾闻无胜此者，甚善，婆伽婆，烁烁为我广说此圣法门。佛言：舍利弗，随彼时解，随彼众生心所信解，随彼众生心所思维而摄受之。舍利弗，此是佛智，非诸声闻独觉地境。说此法门时，84000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60000众生发菩提心，70俱至欲行天，未曾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今悉发心。30俱至众生得无生法忍，无量地具诸天龙等，未曾发菩提心者，今悉发心。舍利弗，以是义故，今更广说此圣法门。复于此时，有无量千众生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迦、优婆斯迦向佛合掌，瞻仰尊严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世尊即便微笑。诸佛笑时，发从面门出杂色光，无量百千种色，所谓青、黄、赤、白、紫色、玻璃色等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，弥不周遍，比诸日月乃至梵世，还来到此，绕佛三匝，从佛顶入。是舍利弗见佛神通，即从坐起，一间遇多罗僧伽坐椅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白眼，大德世尊，有何因缘而现此相？诸佛非无因缘而相。佛言：舍利弗，汝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迦、优婆斯迦向我合掌，目未曾顺否？舍利弗言：如是，婆伽婆，如是，修伽多。佛言：舍利弗，彼四众者，悉发大乘心，欲闻菩萨行。舍利弗，于中如来心行智慧，若如来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是名菩萨行。舍利弗，若不得菩提，若不得心，是名菩萨行。舍利弗，不得具，不着戒，不取入，是名菩萨行，当随顺行。说此菩萨行时，此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。尔时，摩罗波杯黄布倒地，及摩罗众天等亦皆倒地，
以是因缘而说解脱言，破我及君众，走避不能脱。如今最圣上，是义之所言，云何魔烦恼，诸力皆已失。今道无力处，闻此空法故。魔不迷闷死，闻此无作法。吾将去无形，何处有死者？二十，摩罗天子等从导处起而作誓言：甚善婆伽婆，甚善大龙，甚善大慈，作悲意心于诸众生。今日世尊令我苏喜，世尊大悲，勿令我等非时横死。二十，世尊说伽陀言：汝摩着大铠，如来所说是。信我者甚少，住此富伽罗。二十，摩罗波杯得如来未遇矣，欢喜踊跃，还得本心，身及眷属，皆隐不现。